家好，我是老三。有一位老板说他那里有十几头土牛要卖，现在准备带老板过去看一下，准备出发过去。有点木有听哪个？那你的身体有点对那个就是他在沙土沙胶比我们对有吗度牛都可以度牛有点小的哦，小笨重，重些是重八两，还有大笨的没有人，像大笨的别的，也不穿笨的要不要的嘛？你只有带点小的，对。牛在青睐的，没得乱摆的，牛在的，嗯，摆。你们养牛，你们晓得，那就有来。哦，爹嘛，品种，哟，哦，哦，爹，欢迎爹。你们去买那些，我们记得问他叫你，可能他讲结婚用木已经排到那个，可能到八月份叫你来上班。哦，呀，哦的。哎，他本来跟那个拿那那个用木本来跟到七月的，他们到七月就干那个牛仔了，所以他们牛仔。烧的没关系的，这个样子。呀，我们是养来养牛牛来卖嘛，我们是养来发展的。他那个，那我们天天就是跟着往这种东西，从来没来进来过。就是跟差的多嘛。你要是你要地方放的种牛，要你拿。养叔家这里大大小小一起，总共有十二头土王牛，还有两头西门塔尔牛，一头西门塔尔公牛。养叔打算把土牛全部卖掉，然后换那种西门塔尔牛回来养。老板看了这些土牛，感觉体型太小了，也没有看上。一头最大的母牛都不超过400斤，所以这些牛老板没看中，而且价钱也贵得很。好了，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支持。